国家学到的东西，包括香港，香港的外商学习有非常多的程度，因为在香港的财政方面的东西，很多的他们在上海在中午的时候还要吃东西，他们之前要吃东西就是在那些，那这一种的话，就不需要有很多的成本才有了收入，那像这种，我觉得这个主要是有不同的外商需求。谢谢，谢谢，差不多。